算在以后是吧？今年不用提，今天看来五十六分比赛加速组成，这应该也是好三大三大小队的胜利之一。从这开始呢，我们就进入了百堤景区。百堤呢是紧邻福州威尔东区大桥，全长一公里。大约是昨天最古老的一个遗址吧。从西湖的史志上，大家都有确切记载它的建基时间。当初呢是在西湖形成之初，人们为了拦截汹涌的钱塘江潮，堵口建造的。这个场呢，就是台地上两座，高高静静，孔石松多极少，保佑他平安归来所建造的。